行香，行如风，如风之行止无忌，不得回护叛故。行香时，头靠衣领，左手摆三分，右手甩七分，须顺圈子走，不得逆圈子而行。步子不缓不急，一位跟一位，一步套一步。后面人看前面人大挂的中缝。听维挪师傅招呼大步惊醒，则迈大步子行香。喊起字，大步惊醒几个圈子后，维挪师傅喊起字，听到起字时，大众弯腰低头，在起字的尾音上皆喊起字。喊起字时，腰向前弯三分，头略低垂，已能看见前面人维度。两手扶于大腿旁，紧跟前面人，不得乱跑。等和尚、扳手、维挪喊过起字，听打站板，两手垂直，双脚前八后二站定。坐香。坐如钟，如钟之安稳，不稍动摇。坐香，双脚结家夫坐，半家夫等亦可。上座时不可以抬脚脱鞋，名为脚踏实地。家父座盘好之后，先将下面的后摆整理好，再将前摆将两膝包好，名为两把半。膝盖与指丹的边缘平齐，最后收鞋子，鞋尖朝外，与指丹平齐。坐香，端身正坐，心平气和，头靠衣领，双手捧弥陀印。吃茶，看杯篮子从自己哪边过来，用哪边的手接茶杯。接杯子时如龙含珠，双手持杯如双龙戏珠。接茶时轻轻动一下，示意停止倒茶。用左手吃茶，吃茶时
杯子不可以拿上拿下，要一次吃完。吃好茶后，放杯子，右脚迈半步，用右手把杯子轻轻放在前面的砖缝上。